榴莲反季节催花，你要吗？农民们，你们是否希望自家的榴莲园可以反季节的开花，为您带来额外的收成和利润？现在 TSR Grow 独家特效催花肥组合，就能让您不再受季节性的花期限制，让榴莲树也可以反季节开花，收获满满高品质的果实。TSR Grow 催花三件套就是：第一，催花宝；第二，特效花果多；第三，特效农旺长。这个产品会帮助你：一，帮助你随心所欲掌控榴莲树的开花期；二，增加 40% 的花期，提高榴莲果实产量；三，增大果实，提升果实的色泽、甜度、香气；四，增加了收成次数，让榴莲收获利润翻倍。特效安全配方不只提供榴莲树开花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，同时可以全面提升果树的抗病抗逆性，让榴莲树不伤树体，稳定进入开花期。想要让自家的榴莲树在任何季节都能开花结果，收获满满吗？现在就赶快联系我们。